哎，好，我是金阳。老说这啥呀？就咱们家就是老说就是有女王这个风范儿。这六只加纳利其中有没有和女皇一样的？有没有那种厉害的？有没有这叫狗王？是不是老想知道这个？我就拿牛骨头测试一下啊。这个东西，它咬住它也咽不下去，这么大块它也咽不下去。你看，它只能来回抢着玩，这也可以。再一个就是啥呀？他们老是啃铁，啃这个，就他们玩具咬的就都坏了。拿这个磨磨牙，啊，然后我把这个六只单独的就放那里边，叫这个小罗维娜自己在那边啊。哎，一个老四，你别找我，快去找。你又给我骂街呢是吧？快去吃去吧，你。哎，人家都叼起肉来了啊。你叫唤我也给你拿出来，我估计是刚才他护的。嗯。看看我是谁。哎，来来抢，来来抢。抢来这种，快快抢。好。来来抢，来来抢。老八你太厉害了，老八那边是老八跟老四，老四刚才凶了我。嗯，老四凶了你。这边谁啊？现在叫唤比那个谁黑客小的时候叫唤好听了，也是一样，声音尖，特别好听。你们几个围攻他，你们几个围攻他。这对，你们几个围攻，你得要。大家说吧，大家说最厉害的是谁？都给他抢去，都给老八。目前就老八嘴里一块啊。哎，那只吃完了，老四那只。嗯。那硬骨头他吃完了，掉底下了啊！掉底下。呀呀呀呀！现在就剩那双小母嘴里边有两块骨头了。嗯。最后一个出生那个老八，他嘴里有骨头，起来。哎呀，都给他抢，换个地儿也给他抢，那就给他抢去。呀，老四。四弟。呀。真的，一般的还是真给他抢不过来呢。他在这转圈，你看没？看没？都去围攻他。对，骂他，把跟我吵架的劲儿骂他，使劲，加油！滚别的劲儿。哥，你抢不过，跟我们吵啥呀你？啊？你抢不？快打起来，老四！你抢不过他，你给我们吵啥？你自己叫，自己叫，快点！他
老实那样，你看老实那样。对。呀呀呀呀呀！看你厉害的。每回老师都差点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闭嘴闭嘴闭嘴。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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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给你们拿着行不行？来来来，拿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拿走拿走拿走，坏了！哎呀，老八可咋整？老八，你们可叫的在这儿，那个声音那么尖，啊，叫特别响，惊耳朵他们。现在狗王已经出现了啊，目前来说是老八，内前母，他咬住之后，这几只狗你看围着他。也不是说不敢去上去给他抢，而是在这儿就跟吵架一样，叫唤，冲他叫，一直在这叫。这几只在一起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，他不像前两天就是他们一起打，就是跟那个罗维娜在一起的时候打架，他们几个就是你咬住之后我也不去上去给你抢，我就给你、给你那个来回的就是骂，不是那个嘴斗。嘴斗，你看一块儿的，这是几只刚才都把老八围攻了，冲人家在叫呢。你看这个小公叼住之后，他就不会像老八似的那么呜呜，他也会呜，但是别人给他抢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么强势。没有那么强势。老八的声音发出来特别特别大，所以说别的小狗就是给他抢的时候都在犹豫。老八，你敢直接给他抢吗？老八？你俩就跟双胞胎似的，他敢直接往上抢，你看没？哎，看看老妈的脾气，上人家嘴里抢，你看没？看没？就是利索。其实毛都炸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小毛。哎呀呀呀！好了，老爸抢过去了。老爸又抢过去了。嗯。你咋整的，老爸？一会儿又得被人家围攻。